音乐人生特别策划阅人无数，隆重推出新春特别专辑，王瑞、陆伟欣、汪洋、尼克，他们有着不同的生活轨迹，为了伟大的音乐梦想，他们坚持着，憧憬着，愉悦着。阅人无数，带您体验他们不一样的音乐旅途。他们是纯民营双管编制的交响乐团，黄石新爱乐交响乐团。我是胡师的学生，还没毕业呢。我退休了。很少有人知道，痴迷音乐的乐团团长陆伟先，曾是一名公安干警。就要当警察，一直虽然有一个工作，但是我的业余时间全部都在做与音乐有关系的事情。自掏腰包办乐团，传播交响乐，陆伟先乐此不疲。只要爱好器乐，最终他都想玩一个乐队，做乐队，再做个大乐队，做交响乐团。每一个人不是我有，每一个人有，可能说我在这个方面欲望比人家强。或茧成蝶，又是什么让新爱乐交响乐团走入了世人的目光？意义让我活得更有品味，更有文化，更有阳光。阅人无数，带你走进陆伟先的音乐世界。这是湖北黄石市的慈湖剧院，台上的一支交响乐团正在进行排练。这个乐团的演奏人来自各行各业。我是胡师的学生，还没毕业呢。我退休了，原来单位退休，现在在团里办公室。他们为这个乐团起名新爱乐交响乐团。他是新爱乐交响乐团的团长陆卫先，他为什么要组建这样的一支交响乐团呢？只要爱好器乐的，最终他都想玩一个乐队，做乐队，再做个大乐队，做交响乐团。每一个人不是我有，每一个人有，可能说我在这个方面的欲望比人家要强。陆卫先的父亲曾是新四军抗敌宣传队的一名演员，在父亲的影响下，陆卫先从小就喜爱音乐，还自学了好几种乐器。长大后的陆卫先并没有从事音乐方面的工作，而是做了一名人民警察，从最基层干起，一直做到了黄石市刑侦支队刑警大队的大队长。工作中的他破获了很多案件，屡获嘉奖。在这期间，音乐也一直陪伴着他。就要当警察，一直虽然有一个工作，但是我的业余时间全部都在做与音乐有关系的事情。1999年，他和一些同事组建了一支警察乐队。虽然自己会几种乐器的演奏，可是喜爱音乐的陆卫先总觉得自己演奏不过瘾。他一直有一个音乐上的梦想，那就是组建一支交响乐团。经过深思熟虑，陆卫先提前从刑警大队退了休，并且自己慢慢购买了各种乐器，招收乐团各个声部的成员。我没人跟我来，我这样，我说你去找一个人，一个人带一个人来的，别那成本太高。我说你一个人喊一个人，他可以带帮带两三个，我就请他吃酒。新爱乐交响乐团在黄石市成立了，
这也是目前国内第一家民营的交响乐团。这边就是我们乐团的办公室了，在这里面，挺寒酸的啊。当初我们为什么选在这个地方呢？因为我们刚开始吧，首先是从管乐团发展起来的，发展速度特快，不到一个半月嘛，就有交响乐团管乐团变成交响乐团了。由于经济条件有限，陆卫先的新爱乐交响乐团的办公室设在了一所简陋的居民楼里。尽管办公环境不尽人意，但这丝毫没有影响陆卫先和他的团员对音乐的热情。我乐团不要那么好的办公室，不是说以后不要，现在我没必要。我的硬件都在舞台上，软件也在舞台上。就是在这样的一间办公室，走出了第一支民间交响乐团。慢慢的，乐团也开始有了一些演出的机会。在乐团成立的4年间，在黄石市获得了不少的奖项，这些都是陆卫先坚持下去的动力。我非常在乎这些证书，因为每一个证书对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个肯定。这几天陆卫先特别忙碌，为了迎接新年，新爱乐乐团要举行一次自己的新年音乐会。我为这一场新年音乐会70%上的是一个都是新曲目，让人家认为我们在乐团在进步。以前我们有很多曲目是我们的保留曲目啊，演的太多了。我想这一场音乐会，我的主导思想就是尽量用上一些新的曲目，给人家有一个比较好的印象嘛。新三三想想要上啊，这个要上，这个要上了，这个要上。第三个就七骑兵了。好，七骑兵这个曲目就挺好的。在这次由黄石电视台现场直播的音乐会上，陆卫先让乐队演奏新的曲目，其实是别有用心的。因为我们现在演了这场演出，我们团员了有很多人有一点满足感了，有真的有一些满足，还觉得自己哟呵还行。还怎么样？我就是通让事实来说话，让这个蓝色多瑙河来暴露出来。这声音就是拉手，拉你们是拉手，拉手。长笛大提琴预备，高准啊，高准，一二三，走。一二三，动来来，一二三，别快别慢，一二三。哎，一二三，拉手，拉手，拉手，别出，别发抖。因为这个不像中国的一些传统作品或者一些典型的外国作品，它的那个怎么说，它的那个欺骗性比较强，就是说，因为它哗起来就很多乐器帮忙，就会掩盖一部分小的问题。来，一二三，走，拉手。这个多瑙河的层次比较分明，层次分明，然后比较细腻，然后就更容易暴露出我们一些现在还不足的地方。破案有这个说法，没有破不了的案子，只有破不了案子的人。你不行吗？你破不了，你破不了就是案子，人家可以破的，还有人的原因在里面。乐曲也是，你演奏不响，没有演奏不了的乐曲，只要你演奏不了乐曲的人。我刚才在下面听了一下啊，还是很不错的。大家不要急，心静下来，指挥也要静下来啊！不要急啊，好不好？这个曲子肯定要攻下来，没问题的。大家好像心情都有点烦躁、急躁，不要，都不要，这个都不要，也不要受现场的什么影响，都不管。我们静下心来看谱子，带耳朵，带脑筋。就一条要走，我说话你们千万别说话，甭管是对是错，武汉人、黄石人、哪人，
我说话千万别说话，就这一条。乐队指挥刘威的家在武汉，每次排练他都要在武汉与黄石之间穿梭。明天全天排练，怕明天早上来不及，今天晚上没办法就过来，中午饭过来。忙碌了一天的指挥回到宾馆后，还要对着镜子找一找感觉。一二三，哆来，别慢别慢，一二三，一二三。自从创建了新爱乐交响乐团，陆伟先也就放下了手中的单簧管。他给自己安排了一项新的任务，用摄像机记录排练过程，希望从中找出问题，以便进行研究。我们现场拍的和录下来的，因为录音嘛，它灵敏度非常高，你一点东西我都能够反映出来，这个我就利用了这个技术手段嘛。一天的排练结束后，陆伟先索性把指挥刘威请到了家里，对照着下午的录像一起交流乐团在排练中出现的问题。你认为我选定这个多瑙河这一点，我有没有一点欠思考？现在确实这个骨头难啃一点，这个玩意儿要喂的，跟京剧一样。嗯，它不是啪啪啪啪啪啪的搞完了，它是跟京要喂的。我们这个只不过是把谱面做完了。做完了，明天上午来了就整这个多瑙河。下午排多瑙河。对，就是演出多瑙河出了什么纰漏，没事的。有人肯定要说让他去下去吧，我们后面的日子还长着呢，是不是？你不要有任何负担，就是出了差错不要怕，谁没有过错呀？新爱乐交响乐团里演奏长号的梁如志是黄石市歌舞剧院的演员，他是新爱乐交响乐团中为数不多的专业演奏员之一，而今天他的表现却让指挥很不满意。太快了，梁团！梁团，你今天怎么搞的？好像不在状态，伙计。他原来的表现力是非常好的，不是气不足，原来表现的是过了。怎么今天感觉到我说不对？连日来紧张的排练让梁如志有些招架不住。偏在这时，腰疼的老毛病又找上门来。排练的时候非常痛，非常痛，那个指挥叫我出来，是吧？腰要那个气要顶上去啊，是吧？一顶，哎，人家冒汗了。他半天不做声，我都赶紧出来，你几次没出来？因为我有那个，我那个表达形式跟文化人不一样。因为病了也不能说，是吧？一说的怕影响别人的，是不是？我尽量不影响别人。在排练时，每当有问题出现，陆伟先都会赶紧上前协调、安慰和鼓劲儿。梁团，腰疼了，我不管你是腰疼还是什么疼，你跟我上，跟我们干刑警一样的，好不好？他这扶着腰出来以后，我说完了完了，批评错了。我说腰怎么搞的？他说腰这几天确实蛮累。我想动啊，不行，腰他不得力，是吧？一动一身汗，一动一身汗。坐也是一身汗，起来一身汗。灯光一开，音乐一响，我就人就兴奋起来了，忘记疼了。灯光一完啊，音乐一完，幕一关啊，开始一站起来又疼起来了。同样痴迷于音乐的梁如志对自己的腰伤不以为然，看着丈夫整日为乐团忙碌，妻子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。
你这些要人就别出去了吧。还在出去啊？现在谈的事情太多了。这么多人，缺你一个。那不行了，现在忙着演出了。你看你都疼了几天了。老婆心疼了。腰那怎么疼？你怎么还坚持啊？来，咱们上。梁如志没有听妻子的话，他仍旧拿起了长号，走出了家门，去乐团排练。晚上吃粉蒸肉，中午就随便吃了。来，来点掌声。没事没事的，我对我的队伍我是最了解的，好不好？每次乐队排练时，陆伟先都会负责乐团成员的工作餐，为此他还专门请人为大家做饭。晚上吃粉蒸肉啊。好，那我点的了。哎呀，高丽姐，哎，错怪你了，我亲自给你打。不好意思，晚上还是靠你了。啊，天大的困了，再有什么事情要顶住。嗯，下面是搞好的问题啊，终于搞下来了。谢谢，辛苦。我相信他们，真的，这不是我空口说的，我每一场演出都是带着很多很多的不可能的事情校正过来的。你要是按照那个每一场演出按着专业的成熟的那样搞，我不会有今天的。虽说离开了警队，但是陆卫先仍念念不忘战友情。每逢乐队演出，他都会来到警队给同事们送票。我28号有一个交响音乐会，新年音乐会嘛，我的票，老战友，那我肯定要来啊。在哪个地方？在慈福剧院。肯定来，那肯定来。这个要分担一下，我把我儿子带去听一下。好，谢谢。还有兄弟要来的。那我跟会场的说一下啊，叫我的战友都过去。实际上，我们每一次演出，我们刑警队的很多兄弟们都来看。我看见他们，我演的也特别带劲儿。我一看他们，我有时候在角落里面招个手。随着乐团演出次数的增多，新爱乐交响乐团的名气也越来越大。每当报纸上介绍新爱乐乐团时，陆卫先都会到报摊上专门买上几十份送给乐团的成员，这是他们最自豪的事了。哦，这个最近报纸上有没有反映我们交响乐团的报纸啊？有啊，有很有几次了，很有几次了是吧？对。好，你这样，因为这几天我们排练挺紧张的，只要是那个报纸来了的话呢，你就跟我们留一次，留20份吧。没事，好吧。那我一定给你留。好，谢谢啊。谢谢。离音乐会的时间越来越近了，这几天陆卫先和他的乐队却遇到了一点小麻烦。那个梁团，这几天我们排练情况是怎么样的？我们原来排练这个场地就是开会啊，开那个市党大会，我们就没有地方排了。正在排练之中的乐团因为时间上的冲突不得不搬离慈湖剧院，类似于这样的搬家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经历了。频繁的搬家不仅打乱了乐队的正常排练时间，也让乐队成员的情绪起了小小的波动，这样对排练的进度肯定会有不小的影响。东西都要轻拿轻放啊，注意啊。好，而且搬了家以后，如果遇到一个剧场有什么活动，我们就不能排练了，对我乐团的业务发展也很大影响。为了使乐队的排练能够正常的进行下去，陆卫先必须在短时间内找到新的排练场所。
一番奔波之后，他又找到了一家钢厂的俱乐部。如果说这个场地要谈不下来，这场音乐会我估计肯定要泡汤。哇，小刘，哎，呦，江主席也在哈，好，江主席，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现在出剧啊，我市里在开党代会，对，就是马上我们28号有一场新年音乐会，时间很紧，向您求援，就是这一段时间我们想在您这里排。费用就不用谈了，现在就关键那个你那个档期和我们的时间，我们有活动的时候，如果开大会的时候，我就没有办法了。好好，如果我们闲下来和空着的，我们一定全力支持你们啊！哇哟，谢谢谢谢，好吧，谢谢谢谢，好，你这样，有好。场地问题解决了，乐队成员们开始重新布置舞台，准备排练。排练开始了，陆伟先头疼的问题又出现了，那就是经费紧张。这也是从乐队成立以来一直困扰着他的问题。我们排一次就5000多块钱，现在由于量大，我这一天是每天下午都在排，钱花的挺多的。最近打住，肯定要钱。现在已经弄成这样了，最终我肯定要打住，打住，打住，打住。用自己赚的那么辛苦的一点钱，去投资这么大个乐团。你看我们回报了什么？已经2年了，我还在不断的为你投钱，还在跟我说要钱，我烦死了。只要演出我就觉得紧张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演出他要租场地，租一次场地是8000块钱啊，还要团员要发一点点补贴，还有几十号人，将近100多号人要吃饭。所谓一分钱难倒英雄汉，没有足够的经济支持，陆伟先的乐团不仅不能如期的举办新年音乐会，还会面临解散的危险，怎么办呢？可能给了他反而还误导他，哎，反正每次没钱都会有人给，每次没钱都会有人给，所以这次我都想好了不给钱他。妻子打定主意不再给钱，陆伟先也想不出更好的方法去筹集资金。第二天，他执着地找来妻子，想再试着说服她。我今天还是特地到这个地方来，再问你来再谈一次了。哎呦，你好烦，你晓得吧？我晚上回去呀，回去再说。就现在要说定，不然这个演出就没办法怎么？哎呦，我怎么忙着？我怎么有事？真是你今天非要现就现在还没办法。我这里忙得很。回家说。回家说，回家说。好。还是我还是送2张票你去看一下。哎，好。啊，再看一下。给他，你就怕他在外面又去找一些朋友借，借了以后传到我耳朵来，我又觉得不舒服。我老婆她是看我这大老爷们又是一个干刑警的，万一整不好下不了台，她心里疼啊。今天晚上就要演出了，下午1点钟，乐团成员陆续来到了剧院，进行演出前的最后一次排练。
把那杯子什么东西都拿下去，快快快快，清场清场清场，拿下，拿下去，这是哪个的请盒子呢？小姐们，这是哪个的请盒子？他的江博士，哪个的请盒子？赶快拿下去，拿下去，这是哪个的？茶杯拿下去。今晚为我们演奏的是黄石新爱乐交响乐团。黄石新爱乐交响乐团今晚为我们带来的第一首乐曲是《西塞山遐想》。我乐团就是这样，在很多不可能的情况下，包括今天的演出。蓝色多瑙河呢，它是一部典型的圆舞曲风格的管弦乐作品。那么它呢是奥地利的著名作曲家小约翰施特劳斯在1867年创作的。按照常人看，我这个蓝色多瑙河肯定不可能演，像我说我非演不可，失败了不算你们，算我的，就是失败了，全体起立给观众敬礼，再来。活得更有品味，更有文化，更有阳光。演出结束了，喜悦的气氛还没有消退，陆卫先又接到了一个喜讯，湖北电视台向他发出了邀请，希望新爱乐交响乐团在武汉能够举办一次音乐会。我们乐团演了20多场，还第一次离开黄石演出，对我来说是历史性的一个事情，非常重要的事，我非常激动。在新爱乐乐团全体团员的努力下，这支民间的交响乐团终于走出了黄石市。接下去，陆卫先将要为更大的目标努力。他的新计划就是能在北京的音乐厅演出一场交响音乐会。